姑娘芳名。芳名倒也说不上，你可以叫我惊吓。谁？在下南华，欢迎回家。撞毁了。向金姑娘负荆请罪。我在此居住了数千年，我等的人就是你。这是命中注定的缘分吧。因为你的缘故，我得到了充能。充能？你这是做什么？帮你充能啊。不是说我是你的充电宝吗？所以你准备好与我正式交合了吗？这交合在这里吗？